今次呢個歡喜哥角色大受歡迎，事前有冇諗過呢？有的有想過怎麼做的，但就真的沒想到這麼好反應。為什麼你會特登去即是經常笑著呢，在這個角色那裡笑面虎嘛，是不是少女藏刀嘛，你是怎樣去拿捏呢？其實怎麼沒有的，我都是亂來的。有些人就是說覺得你笑得很心寒，是不是？那你是怎樣演繹呢？他笑得心寒是他自己做錯了事才覺得他心寒而已，你正常如果他沒有做錯事的說得我都不知道多好笑容。老豆對你不住，老豆知錯了，你起身，你起身，你不要玩了。我知道你很生氣，老豆生氣我沒盡過做老豆的責任，生氣我是黑社會，你老豆哭是我知錯了，是我害死了你。誰做主角這麼笨才行，好戲收的自己有份，喂我也有份拍的，不收的關我鬼事啊，即是個主角是吧？咁你話係咪幾開心啊？做人係咪都係跟住呢個道理嘅咧？你梗係啦，啊，最好仲係一個無用之用嘅人。咩叫無用之用呢？好似棵大榕樹咁，咁啲樹嗰啲木，佢都做唔到棺材，啊，又做唔到其他嘢，咁啊，唉，咁冇用嘅嗰棵樹，由佢啦，等佢，哇，佢越生越大，越生越大。可能我嚟遮陰嘅，咁咪嚇無用之用啦。你有冇諗過咧？憑呢個角色再次攞呢一個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度奪攞任何獎項？唔好啦，攞個咪算咯。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3最佳男配角，好緊張啊！許少雄 ，My Sing Lady。還有很多同事，啊，他們的戲都不錯的嘛。你也很好喎。係咯，唔係我好係人都知道的所以不要再投給我了，投給其他那些。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是，他是得到全民投票的票數62705票的。歡喜哥，許少雄，多謝 TVB， 多謝投我一票的朋友。其實咧，呢個獎咧應該係《使徒行者》嘅監製文偉雄啫。所有成個歡喜哥都係佢構造出嚟，只不過我係代佢做出嚟嘅啫。不過唔好意思，個獎頒到俾我，梗係我唔會俾你嘅。